你好。以前这个厂是存在的吧，后来盖了新房子是吧？哎、哦对对对，我来过，以前是对那边啊、哦、我记得嗯，是什么时候盖的呢？今年去年还是前年盖的？这房子啊，嗯，这房子盖了3-4年的。哦，3-4年了，哎呦，那我几年没来了、啊。您贵姓啊？我姓丁，姓丁，金黄金的金，哦，黄金的金，哎，哦，这里是小园还是属于江南啊？这里是江南。
那每天都要回家？啊，每天回家。骑摩托车。哎。基本上中间没有用刀了啊，哈，嗯，就全靠它这两边，靠你的左手推的力量啊，嗯。近视眼睛好像以前是像老师的一样。这个是做那个白脸茶的还是紫脸茶？对，黄脸的。对，金子呢？金子。这个它的材料要多少钱呢？你说做一个篓子的材料，一个篓子的材料啊？哎，对，要多少钱呢？材料要这几块钱，好像几块钱，材料要三十个，二十个，两成到三十块。比如三十多啊，三十多啊，五千多，两个五千多啊。一般是老板到你这里买材料，交给人家去加工，还是那个加工人到你这里买材料呢？他直接就做好篓子卖掉呢？就是我们这个老板他买的材料，他做好篓子卖，还给别人卖，还给我。哦。
文字给文字工的加工啊。哦，都加工，老板就出钱，我要多少个那个精品卤汁的材料，你就跟他存了好多钱卖给他，然后他再把这个材料卖了之后，就拿到人家那里去跟他编。哦，这样的啊。我的名字我就拿着应该是你去编呢。啊，那我们家里去编。嗯。今年的量小得很嘞，很呐，哎，嗯，那没有什么事，没什么事情，主要是因为就是销量不好啊，销量的话呢有两个了，所以说可以把走下坡，同时呢疫情的影响，疫情影响，两个加在一块，那这样子也影响，嗯，这么影响啊，嗯，还是挑战啊，上次影响，哎，这样子，我不给外伤啊，就是。真的是影响大耶，上个影响啊，对，上个影响这个油价都高了，啊，这个油价升高了，其他的产业就萧条一点了嘛，不想搞嘛，这成本这么高，对，暂时是有影响。这个要水泡吗？对呀。不要直接从这砍下来，方法就错了。谢谢啊，我收走，下次再来拍。可以。对。